加拿大温哥华啊，咱中华出席的这个艺术家卢月圈大师哈啊，为今天的啊3月30日开始，到4月2日，在咱彰化艺术馆啊来展览伊的画展呢，啊加伊的这个两画哈，因讲呢伊的画哈啊这个啊多元哈，而且有这个抽象画，啊个画作者在今年多今年哈，有画作者这个家的这个造型啦哈，啊加一寡。啊，家的这个啊生活的状况哈，员工画个栩栩如生。那么伊画能呢啊，更加是这个艺术中的精品哈啊，这个创作受到大家这个肯定哈，所以欢迎大家啊，当用来啊参观。叔叔念念啊，感谢吼，市长安尼的爱护甲疼惜的艺术家吼。啊，我即回说我足认真，你看我的卵吼，尤其是迄个鸵鸟蛋咯，内面拢有一两百个裸体系列吼。就是讲，其实我是讲，上场今年是鸡年吼。啊，我作品真侪鸡，就是讲，吼大家带来大吉大利吼。啊，就是讲起鸡啊。啊，主要是我希望讲我的无同款的一挂画风吼。啊，会当予大家来遮欣赏一下，啊，来感受这个我的热情啊。